一、内蒙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草都绿了，风景很好，适合自驾和自由行，我有写攻略。二、桂林必去景区龙脊梯田龙胜阳朔。三、广西海陵岛，中国最美的海岛游之一，适合玩水。四、丽江大理必去景区虎跳峡、丽江古城束河、泸沽湖、玉龙雪山。五、厦门市年平均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，城在海上，海在城中，厦门是一座风姿绰约的海上花园。六、九寨沟虽然去年发生地震毁了很多，现在已经恢复的不错了，刚好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前往。